那段路很黑，然后突然有一台喝醉酒的脚踏车，看到时只在两到三公尺的地方了，男友很惊险的躲掉了，结果脚踏车突然晃了过来，好像勾到了摩托车，我人就掉出去了。我很乐观的以为我从加护病房出来就可以出院了，直到护理师来帮我换药，我才发现脚已经不见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脚是当场就已经断掉了。一定要好好的复健，我的状况才慢慢的稳定下来。